片咧？请问靠近车门，警方昨日在火炭和天水围分别检获汽油弹、雷球棍、护甲、烟雾弹等，一共拘捕了11个人，其中在火炭一栋工厦拘捕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警方对近日连串冲突中示威者用度假武器感到忧虑。郭伟恩，腰前铁链被锁上手扣的陈浩天，下周被警员押返沙田水泉澳村的屋企搜查大约个几钟，至今仍被扣留。他和另外六男一女星期四晚在火炭起地加工业大厦被捕，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无牌管有爆炸品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警方话系喺调查一宗爆炸案嘅时候，见到四个男人形迹可疑。检查之后，佢哋嘅锁匙进入二楼一个单位，搜获头盔。下一站旺角东，下一站旺角东。Next station Mongkok East， 请小心空隙及留意月台与车厢地面嘅高低。请小心空隙，并留意月台与车厢地面的高低。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同一日，警方在天水围天水村已经破获另一个有爆炸品的单位，拘捕一男两女，搜出30个已经制成的烟雾弹、一批半制成烟雾弹，造成纸筒和乒乓球形状，并且有怀疑硝酸钾、电油和镁粉。警方話兩個地方搜出的物資同近日示威衝突入面襲擊警員的武器吻合。以往可能是用一些現場的物品嚟嘅，水樽啊，或者就地取材、插磚啊咁嘅嘢。但我哋發覺最近的情況咧係好憂慮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係揾到好多一啲嘅，譬如有人用汽油彈啊，有一啲嘅仿製槍械啦。同埋有一個叫強力的激光炮，啊，趕登出嚟之後咧，冇幾耐啦，啊，喺7月27日喺元朗。請小心空隙及留意月台與車廂地面嘅高低。請小心空隙，並留意月台與車廂地面的高低。Please mind the gap 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电视镜头，要开闸。户外场，警方禁止演习，又话参与嘅人已经涉嫌干犯刑事毁坏、非法集结，最高刑罚分别系监禁12和5年。有线电视记者郭伟恩报道。稍后请收睇娱乐头条 News Headline。请紧握扶手，请。
我转铺正行方，八月八号上映，即日起优先场，快啲接送月兔嚟车。Yeah, it's a little bit.
中方表明唔接受施壓同上下，唔排除採取必要反制措施。上水站列車，多謝。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羅湖，將落馬洲站的乘客，請在上水站轉車，謝謝。This train will stop service at Lohu. Passengers for Lok Ma Chau, please interchange at Zhang Shui. Thank you. 如果你可以用我的中文码，如果是中国车前往三天时，请先参与我的天线上进行记。本班列车以罗湖为终点站，列车即将开出，乘客上车的时候请小心月台与车厢之间的空隙。This train is for Lohu. It will depart shortly. 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 when boarding. 请问他们在哪里？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